很喜欢，就是爱运动的人。是不是不可以跟球员恋爱啊？恋情曝光后首受访男招架，林湘认爱马，喜欢阳光运动男。乐天桃园啦啦队女神之一林湘密恋同队小三岁鲜肉球员马杰森，消息曝光隔天，他刚好就为一个全新恋爱实境秀开记者会呢。林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。话是这么说了，带他与前辈们激烈的玩游戏，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好画面，只盼新闻发布时不要被绯闻洗掉。终于等到媒体联访，全宇宙让林湘站上了 C 位，讨厌了，这何雨文姐姐基本上已经放空，仿佛今天没她的戏了。老天爷啊，为了证明跟男生牵手不需回应，林湘被逼着牵了白云。跟白云哥交往多久？我们最近才刚认识，刚熟识。我跟白云哥，我说是我跟白云哥。年方24岁的林湘涉世不深，媒体又快又急，她有点招架不住，最后终于吐出了一句让大家可以下班的标题。阳光的男生也很喜欢，就是爱运动的人。你看，对了，现在找到了吗？交往多久了？是不是不可以跟球员恋爱啊？有这个规定对啊。你们在问宇文姐要露点哦。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一点点，就是交友空间啦。
四零八三，那个麦克的加油，谢谢。台湾精品是给全世界的创新生活提案，我们因此前进美好未来。差不多接近那个挑战了，嗨，就是摆个 pose。